谢各位演员，谢谢各位父老乡亲们，谢谢。来来来来来，我们亲爱的伙伴们，这里都是乡亲，哪有父老？你们好，父老乡亲们在后面呢。大家好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你们好吧？你们好。哎呦，伊犁的朋友大家好，央视新闻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，第二季的各位可爱的嘉宾们也是和我们一起来到了美丽的伊犁，为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。对，来介绍一下自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百宗。愿世界美好，与我们环环相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纳吾克热，欢迎。欢迎各位。Hello， 央视新闻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一位年轻的新疆的说唱歌手。我们今天刚刚从赛里木湖回来，对，然后也是这几天在新疆好好的感受一下这里的风土人情，对，也为今天的直播带货做足了功课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央视新闻，买山美水美人更美，我就喜欢的东西都在这儿了，山水还有。你们这种人美，你们这种评价用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，要说出特点。就一听大家就知道这是伊犁。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问一下我们刚才有个摄像大哥，央视新闻的摄像大哥，他肯定会觉得新疆的姑娘特别美，一下差点就摔过去。对，差点摔过去，摔过去同时把摄像机扔了。郁可唯呢？我觉得这儿的奶茶特别好喝。哇，醇香奶茶。对，因为这里的我是第一次喝到咸味的奶茶。以前以为奶茶是甜的。甜的，对，我是第一次喝到咸的奶茶，而且配着那个他这里当地的特色的那个馕，很好吃。今天有馕哦，在这里喝到的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吗？对，带着咸味。紫金呢？大枣。大枣。又甜又大，特别。而且女孩子都喜欢吃，我都准备多买一点带回家。气色好，你应该多吃点大枣，你最近脸色有点发白。我不是吃枸杞吗？我的老父亲。哎，今天又是 C 位吗？我这个 C 位值得呢。今天应该把那两个篮球运动员请过来。缩水的老父亲，缩水的老父亲，你还好吗？我还好，还好。好吧，那我们就进入正题吧，好不好？好的。现在有琳琅满目的新，平时这个打零嘴下去啊，这你家？对对对 ，Lisa， 坐坐坐 ，Lisa。Lisa 快出来 ！Lisa 出去采购更好的这个招待客人的好东西。来来来来来来，请坐请坐请坐。Okay, okay, okay, 好的。怎么做？安排一下。来，沉默那边吧。来。好的，谢谢。我是这儿。哎呀，坐这边。真丰盛。哎，在你这几天有没有感受到新疆人的餐桌？呀，好多好吃的呀！太漂亮了。每天我们这几个人每天平均要吃四五顿饭。我觉得这个。每次来到新疆的全国全世界的观众看一看色彩斑斓的美好省份。那新疆呢是有纯净梦幻的秘境天堂，以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，太多太多的美景盛景等待大家。当然各地都有兼具地方特色的美食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，是不到伊犁价格之低。哎，还真是，今天绝对拿得出的。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都是最低的价格，最好的品质。对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远距离感受新疆的品质超新。这些家电也是新疆特产，也是对新疆人民的家里现在已经普及了这些家电了，新疆人民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。对对，我们今天是在。素有塞外江南之称的石头，是大半城的石头，大半城的石头应幼园嘛，还有姑娘的妹妹。所以我们今天再不下单的话，很多瓜果可能就过季，就暂时要过季了，过季的也就等到明年了，对，等明年了。嗯，来吧，咱们开始。等一下，还是要给大家，今天新注册国美的用一元减20元，就是一块钱，就相当于就花一块钱，这么狠吗？优惠券可以在国美 APP 使用，具体使用规则请详见活动页。大量商品券后，那我们买遍中国的 slogan 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，是助力美好的生活嘛？这要承受一定的风险。为什么？因为发胖是吗？不是。有的水果真的甜到齁，太甜了，甜到齁。哎，很多我各地的朋友，齁怎么写这个字儿？齁这个字就是一个鼻，一个句，他自己不知道，就相当于为你的鼻子画上个句号，你连呼吸都别呼吸了，齁死你！真的甜，那些，哎呦，那些葡萄啊，那些哈密瓜，含糖量特别高。这你知道跟什么有关吗？就为什么新疆的瓜果那么甜吗？一个是日照，一个是就是你吃到新疆的瓜果，你能感受到这里朴实的农民他们在种植每种。第一个上链接的一定是哈密瓜，必须的。对，哈密瓜大家都太熟悉了 ，C 位，绝对水果中的 C 位。哈密瓜主产于土哈盆，它的风味独特，瓜
瓜肉肥厚清脆爽口，而且营养特别丰富，含糖量高达21%，这在其他的地方的这种蜜瓜是完全比不了的。我跟你讲，我做过调查，太甜了，在新疆这个哈密瓜几乎这个占据了新疆人这个水果贸易的一大部分，是吧？尤其是运往这个国内各地。因为从清朝开始，其实东汉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进贡的瓜果品种了，在清朝的时候更盛。而且新疆人待客啊，家里只要是时节对应，家里有客人一定要摆哈密瓜，表示对客人的尊重。这个分工你觉得对吗？这么多人，就我们俩在讲，他们都在吃。也对呀，他们都在吃。来来来，尝尝。哎，你有吗？有。这个哈密瓜是新疆一级哈密瓜，我在这跟着瞎捣什么乱。一个是4到4.5公斤，市场价99元，今晚1元。怎么了？你有什么意见？参与不了直播了。怎么了？齁死了！太甜了。所以喜欢吃水果的，就是很多人都太甜了。所以就是如果你不在我们这里买的话，你可能会买到不是那么正宗的哈密瓜。对，在我们这买绝对没问题。对。在新疆水果当中排名前三位的，第一名哈密瓜，第二名杂板城的石头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4到4.5公斤可能是我们这个一级哈密瓜的。一级哈密瓜是一箱是吧？不是吧，一个吧，这一个我觉得一箱是两个哈密瓜。哦，这一个得有20公斤。一箱是两个哈密瓜，市场价是99元，现在我们今天是直降21。两枚哈密瓜很受欢迎。这两天在伊犁录节目，录制这个你好生活，见证了太多新疆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对，所以我跟他们也学了好多这个咱们新疆。看我那是木头，那是玉，就不能叫你类似像什么阳澄湖大闸蟹啊什么，这都是国家地理。天津的烤鸭绝对不能叫北京烤鸭。对对对，就是，但你北京的麻花也不能叫天津麻花。明白吧？就是这个意思。因为只有这个地方才能产出，只有这里。哎，大家看看我这个梨子好到什么程度的吗？往那个墙上，身后墙上啪一摔，这个梨噗就变成一滩果汁，然后那个梨核顺着那一滩果汁对滑下去，酥汁多，对，入口即化的感觉，真好吃。你大家不信，你看啊，我往小梨脑袋上扔一个，你敢扔？你敢扔？你扔一个，我把你好生活的画面全剪。来，大家看啊，这一下啪一上去，就剩给梨核挂着，这是真事儿。先说一说吧，在。号称黎城的库尔勒特产的库尔勒香梨，今天多少钱？今天晚上我们也是6.2公斤啊，一箱，我们一箱6.2公斤，而且是皮亚曼，对，新疆一级库尔勒香梨，对，还不是普通的，它相当于是这个香梨中的达坂城的石头这个级别的。你能忘了达坂城的石头吗？你能忘了那个姑娘吗？和她的妹妹的，我看出来了，好心疼。我就看你一直在这吃，尤其是昨天，我这一股火气直冒，我为什么不让吃？三，二，快乐香梨，这是我这新疆一生最真实的食物，好吃。我这一盆哈密瓜没有吃完。这是我这新疆最一生最真实的水果呢，不仅是香梨，还有哈密瓜，甜的齁了。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新疆人那么甜，对吧？你平常应该感受到我的那种甜，跟你聊天讲话的时候，还有我的笑容，太甜。好，怎么样？卖的应该秒没了。刚才介绍了我们哈密瓜、库尔勒的香梨，接下来要用的优良品种，它盛产在新疆的和田皮山县皮亚勒玛乡。皮亚曼这个品牌就是出自我们皮山县的。皮亚勒玛开发区，哎，而且它的特点是果大、皮儿薄、粒儿大、汁多、色艳、糊软，味儿有糊，但它糊软。那我怎么才能不吐糊呢？你嚼啊，把糊一嚼碎，你一嚼它就。它的糊是所有的这个抗氧化的分子都是在糊里面的，对吧？把糊嚼了呀，要试一下，试一下。那你没有嚼过糊，是因为你没有吃过皮亚曼的石榴。我只吃。不会，它那些别的可以吃。哇，它是软的，直接可以咽。而且它的籽儿不涩，这个籽儿真的可以吃，对身体有伤害。不试试，这个籽儿还是有点拉嗓子，这个是必须要吃的。我得嚼碎一点是吧？它真正的营养在籽儿里。我刚才好像是整颗吞下去的，吞多一颗，最大的果重啊，皮亚曼，甜石榴，非常好吃。对，非常好吃。养颜，滋补。
甜蜜。今天的价格我看看，真的好甜，这个是今天的价格。一般来说，这个一级皮亚曼的一级甜石榴就是一大箱是149元，今晚直播价直降51元。哇，这个哇，这个厉害，从三位数变成了两位数，98元一箱。这是一级啊，别着急，就是我小时候经常吃的那种，它可能没有这么顶级，对呀、啊，所以性价比。我的二级甜石榴、啊，我们自己在这里榨汁吗？今晚直播价是78，直降31。三、哦，二，哦，在那里，一，上链接。炸一下。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，在新疆，你在街头巷尾，在乌鲁木齐的国际大巴扎，可威可威快，可威要赶飞机，赶紧先给你尝一尝。好，我觉得你就一口吧。哇，来，水晶杯，尝尝我们皮亚曼的石榴美酒水晶杯，玉印石榴马上催来。你先喝酒。没有没有，你们是客人，你们先来。谢谢。天在卖场君莫笑，谢。古来直播，太棒了。好喝吗？好喝极了。好，我们抓紧时间。那我给他一杯。干杯！欢迎。石榴已经没了是吗？石榴已经没了。我干杯，干杯。好，干杯。就看演技了啊！那我干杯，干杯。怎么味道怎么样？火红色的石榴香。直接喝吧。哎，真是好，哎，这么好喝的东西，榨汁机，我买了石榴，我得有那个机器啊。甜啊，真的吗？没有，它全过滤掉了。哦，那个汁儿，核和皮儿都过滤掉了，它就是汁儿，纯汁儿。它是干榨，所以它就是纯汁儿。如果希望你一路平安，希望你经常来新疆，感受新疆的美好。太好，带我爸妈来新疆。你要赶飞机了啊？放榨汁机了。好吧，那就干。你想要什么？从家里拿。带走。我把我没吃完的那个人拿走。你别说我不，你别说我不心疼你，我兜里还有一些石榴。你还装兜里你？你行不行啊？你行不行？我还有宵夜呢，我。干杯！祝未来越来越好，祝可威越来越好。谢谢，祝大家越来越好。我觉得你应该边唱边走。把你的歌声留在美丽的伊宁。世上唯一不变，是人都善变。爱都有期限，天和人间，心碎在所难免。谢谢。好听。用这首歌最后一句就是：这么多东西你没吃，浪费了。一点不押韵。不浪费，单押双押在这儿呢。你我下次再来。谢谢，拜拜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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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要把这个带上。